秀华姐找你了哈，赶快请乐团主唱人哈，金高秀华个水来。那么看完了君君的表演，来邀请咱这位漂亮的啊璇璇，璇璇跟咱再来过听下歌曲，第一首唱什么呢？今晚我要唱歌。今晚会话，无你干嘛来？好来，今晚我要唱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，谢谢你。你粉丝都谁来嘞？没有啊，有啊，是你的吧？不，也是我们两个有重叠，磕屁股。重叠。今晚我要唱歌。我家。
好，那么继续安排台语老歌。红包唔免讲谢谢呀。我是讲等来嘛做伙啊。好，谢谢您这查某。好来，继续啦。好，继续安排台语老歌，请定四姑娘。轻松的歌曲来，伊就这位台顶的四妹妹，甲咱带来哈。哟。同款换衫哈，换衫唱歌这是礼貌上一条的，好，来谢谢，来八度嘞哈，来要唱什么歌？唱好哦，就跟你哩好，长城挂铜铃，来长城挂铜铃，轻松的挂起来，每位要开唱一下较闹热的吼，让大家快乐一下，来比较嗨一点，来长城挂铜铃 ，Come on， 妞妞的歌曲。上挂了块长灯，长灯上面挂着铜铃，风吹腾动铜铃动，那风铃铿铿铜铃铃。那个好高，我没办法唱。铜铃好比你，你我分离。耶耶，来了我来了，来看吧。好比我，铜铃好比你。手一直发抖，因为看到美女嘛，他会冷，因为他会冷。行了，来了个。长城上面挂着铜铃，铜铃。
非常谢谢咱萱萱的演唱。那么今日咱规工的庆典，感谢到来祝咱外围啊，搁咱在本地所有时代好朋友、新男新女，大家共同来庆祝哈。那么咱今日临时各自所来庆祝，也是咱好妹呢啊，咱的小富太富啊，圣诞新秀啊，恭祝咱啊，咱的欢迎咱北港朝天桥天上圣庙来只看戏哈，恭祝新秀，嘛恭祝咱透过顺天桥天上圣庙。千秋，咱好尾德行宫地府千岁千秋，啊，搁咱好尾顺天宫关圣帝君千秋。那么两位众神千秋千秋，今日规工活动非常的平安快乐个圆满。那么伫个明仔，咱要来送神，麻烦各位大家有闲的人，大家早早就来集合吼。啊，感谢伊啊，咱所有甲写综艺团这部表演，咱的请主啊，就是咱的啊，李董事长李玉鹏先生，李玉鹏先生，啊，搁咱这间大公司。啊，就是咱英顺机械工程亿万公司啊，咱的小老板哈，陈小开、陈正贤、陈正贤先生哈，专家哦，诚心诚意来赞助 AM 所有节目，感谢李董事长、陈董事长的赞助哈，加 AM 调音开这么侪钱，安排这老人的节目来表演啊，今日的顶头嘛，给咱安排真侪，非常感谢咱的同仁哈，啊，谢谢你，祝我恁的当个生意用财源广进大赚钱，啊嘛，更加感谢咱所有生意的。西瓜，多谢恁俩的参加，啊，天气寒寒吼，甲顶下大家回家的时阵啊，穿好烧吼，啊，明仔较早起来，啊，大家做伙来送神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财神又来到大门口，大家小巷老菜菜，恭祝大家快乐又逍遥。财神到，恭祝大家样样好，每天都在赚钞票，永远好预兆。财神每天都来到，为您带来了。